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第八选区的立委，一直以来拢是民进党的天下，但是最近这几年来，选民的结果有变化，是愈来愈少年化，所以要拼连任的民进党的立委赖瑞龙，是把握着伊六成的优势，一步一卡印，行骗着110个字。啊，若国民党的李明璇，少年生作水，佮有爆发力，伫个空前是成功来引发着讨论。根据着网络温度计的民调，目前两个人差无到10%。即高雄小港区即届是上水的新人，佮资深的老将，六只空前大对决。我想最后就全力的冲刺了哈，从站路口到小街，全面来争取人民的支持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，都保上好运哈。毕秋恩今日传统的菜市啊，甲选民博感情。来水人，动算。就是一支啊过一支，摊商嘛真热情，会记啊道化动算。快快乐长大，这个送给自己。连囡仔嘛无闹高，听来甲因拍招呼，除了讲用行的拜票。车队是大家联手行，要从选区内101里拢总甲行一遍，空间嘛无放过。逐摆拜票时，团队小编拢在边协助直播一员。佫推出一系列的低压音，甚至伫面前抛出真侪年的战绩，就是要抢攻少年人的选票。那也是派出美女刺客李明璇。李先生。新人要拼面上拢是爱带微笑，规工拢无停，一直拜票。李明璇甲伊团队嘛是行过大街小巷。2024政党一定要轮替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为老大人，耶谢谢，送给你这个东西给妈妈好不好？到细汉囡仔，只要会当争取认同的，拢无放过。李明璇有青梅唔惊穿的气势，伫参加出席的艰难的选区参选。伊嘛真够利用空间，小林刷创作网络话题。他们可以在高雄呛家说：“高雄80立委要8000过海，我们要这样被他们操弄下去吗？”以高雄特别选区来讲，伊向被当作是另一个票仓。不过最近几年来，边啊都市计划区的发展，有真侪上班族甲少年人搬来遮，说明的结果出现变化。目前以网络的民意调查来看，赖瑞龙预测当选率是54.3%，李明璇45.7%。选前的这段时间，变作为家己创造优势来当选，即嘛变成两位参选人拍拼的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